Hello，今天七个的是七个雪媚娘，先来个柿子的。这个夏天怎么能没有雪媚娘呢？好好吃。我已经能想象吃完这桌会有多开心了。还有一整块金枕榴莲果肉。这雪媚娘是没有蛋糕配的。好浓郁的咖啡味。你们要不要来一口？一口气连吃七个都不会觉得很甜，它里面又是代糖。这个一定要放最后吃，好多颗粉。看着好诱人的内馅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